大家看这个小汽车，可爱吗？这是有皇冠在上边，然后是一个公司的，地址，网站地址，好可爱哟，很小呢。更可爱的这个街景呢之一呢，就是很多女的都穿着漂亮的连衣裙，穿着连衣裙很好看。给大家拍一个，这已经接近了这个地方，到处是花，最美好的季节就是这个季节了。哎呦，这都是有，应该是有故事的，有名有姓的哈。你好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未来我会发现你叫什么。就这个哈，同胞们看到这个没有？今天我来到的就是这个花展，大花展，展展展。亲爱的网友们，今天我来到了 Chelsea Flower Show， 但是还没有进呢，还没有进入场。这一部分呢是，在大家看一下，这部分也是非常好看的，是我孩子小的时候也经常来的地方，但是现在真的好久不来了。嗯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很漂亮。经过一下，然后我们向右拐，还要走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入场了哈。我现在给大家小录一下，非常有气氛的。当然这个都是假的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但是气氛非常好，气氛非常好。这是真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每年一次的英国人的大的这个花展，这是花店的，卖花的，卖花的。这是我走出来的地方，这个叫 Sloane Square 呀。 Sloane Square， Sloane Square， Here is me。 特意买了一顶帽子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穿上我的大花衣，哈哈哈哈，多有气氛呢。好，今天是5月26号，看看这花，这花的海洋就来了哈，这完全是这种热带的花，热带的花干嘛？我们就冲这方向就可以走去，一会儿见。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阳台呀，还有它这个小瀑布的水啊，还是非常有特点的。看一下这个，今天是星期五，特别多人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设计很好，很多人都来拍，我也拍一下。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家里如果有空间，后院有空间，可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。还有这是工作人员，还有搞很多人搞摄影。这只是第一部分，好多人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今天是星期五，好多好多人，好多人已经是走不动的感觉了，好多好多人。哎呀，人们都来到这里，然后吃午餐，坐在我身后的这个小草坪上，看到没有？全是他们在吃午饭，坐在旁边，坐在地下也可以吃午饭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可以喝东西，然后听音乐会的，有它还有一些演唱，有些表演。看到这些有很多人在这里，有的人很早到嘛，我们刚刚到嘛，现在是11:12左右的，有的人早来就吃一个饭盒这样子。Do you need a lunch, darling? Get one. 很放松，非常春天，非常夏天了，都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就像我，看我穿上漂亮的花大衣，看我
穿的好不好看？什么人你都得吃喝是吧？你什么是白人黄人绿人的？我的话说都得吃东西喝东西，没脾气是吧？这我们这刚进来就走到这么一个，哎呀，还有泰国的，哎呀，米粉呢？米线呢？哇哦，是不是云南的米线呢？哇哦，嗯，yummy。我是吃早餐了，所以我不太饿的。但是，来看一下，哎，咱们给大家拍一个这个热带的，哎呀，好看呢哈，拉近。这边的这个直播的效果实在太差，所以只能给大家这样录吧，然后再把它编辑起来，好好看的哦。这部分就是室内的了，这些花呢应该是适合在室内生长的啊，所以大家要看到所有我在这张牡丹的这个直播当中拍到的啊，都是一定在室内养的啊，室内养的啊，包括这些人呢就不包括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真是没用哈！这本来是拿好了充电池，但是拿错了接线头，气死我啦！没办法充电啦，多不容易啦，好着急啦，好生气呀！啊，我身后的那么多漂亮的竹子了，真的是来到了花的海洋，花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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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的海洋，我的天哪，花的海洋。又来一个，这也是最棒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紧接着就是哎呀呀呀呀了哈，我也认不出几种来呀。这我认识这个丁香，这个俺家有，这个俺家有，其他俺家都没有哈。哎呀，紫气东来，好好好，好。怎么样？这个太漂亮了 ，wonderful beautiful， 好靓好靓啊 ！All my life。That's a lady， 同胞们，最神奇的是呢，我会跟人打招呼、说话啊，说 hello 啊，就是说最神奇的，今天来看这个，应该是有一万左右吧，最少几千人吧，但是他们的心情都特别好，哎呀呀呀呀，心情好极了，哎呀呀呀，这么一个拍照的，特别的节目。每个人心情都特别好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看我给你来个表情哈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哇，哇！然后呢，电视台拍节目的，这女的很著名，这女的很著名。她很著名 ，famous she is。Just like me. And she is famous too. Yes, I am. 是八十来岁的，这女的都跑出来跳舞了，非常好，非常有气氛。